传给下一个人，然后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。这次我们先由多米来敲鼓，你什么时候停，这个花在谁的手上，谁就输了，谁就要表演一个节目或者是受到一个惩罚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跟你是同一组的，等会传到我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停。好吧。好的。好，我们抽多。小贼还作弊，哎，什么都没说，来吧，预备，传传传传传传，这在哪？这你啊。来，千里，咱们俩打个样。我跟千里给大家表演一个动物模拟。袋鼠。好，来，袋鼠。走。啊，跳得很好。袋鼠妈妈摔了怎么办啊？袋鼠也有摔跤的时候。开心了。因为袋鼠妈妈没有尾巴，袋鼠妈妈这次摔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搞笑。来，袋鼠妈妈，我们跳回座位上。来，袋鼠妈妈，请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模仿动物，模仿就好了，别乱跳。好，有危险。纯属意外，纯属意外。好，下一个，来了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三、二，往那边走，开始，开始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怎么传给多米？好，来。对不起，哎，谢谢，到我们了。啊，那我们让老虎姐姐表演一个羊驼。大家上次是不是都看过羊驼呀？我们来看看老虎姐姐怎么演羊驼。哎呀，我五年前的保留节目了，我的妈呀，就是这样的，很短。啊，红霞一坡草啊。对不起，气氛尬掉了，对不起。哇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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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！好厉害，厉害！因为我就想说，你是不是模仿他吐？对，吐口水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很好看的小姐姐，黑灰。